Hello, 大家好，又王子同大家见面啦。所以当年咧，我十年前到啦，仲喺中环翻工，我仲系一个金融嘅财经嘅时候啦，我就经常一到下午茶咧，就会叫我秘书咧，就去中环一间好出名嘅茶餐厅/烧腊铺咧，买呢个金华火腿炒蛋红多士，系非常之好味嘅。咁因为而家唔喺中环翻工啊嘛，咁唯有喺屋企自己整啦。如果想知点样做法，记得 subscribe 我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呢个下午茶之选金华火腿炒蛋厚多士。如果仲想知我有咩好嘢介绍俾大家嘅话，记得 subscribe 我啦。